原来石富宽的洒脱源于自家师傅高凤山。你不拜我为师吗？小子，我愿意收你，我愿意教你，我也承认你是我徒弟。今天正好你们爷俩都在这儿，张喜林就是你的介绍人、证明人。今天啊，就算拜师了，你给我鞠仨躬，不用磕头，给我鞠仨躬。